这个啥子？这个是爸爸的玉肚。错，这是小肚嘞。那这个是啥子？这个是擦边。这个是减小肚的健身动作。哦，健身。我站起二十分钟，就是消耗一瓶可乐热量。别跳了，我头有点晕了。你不支持我是？支持啊。支持的话，你再开一个动作。那这个又是啥子？哦，这个我晓得，这个是猩猩队长大赛那个原始兽将军。这个是刚刚我给你跳过的呀。哦。这样跳二十分钟，就是三个麻条的热量，我咋一直跳一直跳？不，帮我拉跳。你可不可以去动物园跳？我有点遭不住了。你不想我瘦？我想呀。那我今天运动这么久，喝杯奶茶不过分吧？过分啊。但是你可以喝霸王茶去嘛，他们现在上线热量计算器，每一杯奶茶的热量都看得清清楚楚啊。那我最爱的三叶子是好多热量嘛？只有122卡，你看它才平时分子上写了热量，相当于一个范式流的嘛。你别怀疑吃星星就上新材热量就技巧了。那我不是学一次星星，就等于没有喝奶茶。我怀疑尝试星，我就再不给你喝星星了。算了，我不不学就不学，我也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看我讨厌星星。你真讨厌星星啊？我非常讨厌。你明明很喜欢星星，可以喝吗？星星可以喝吗？不可以，星星都不能喝了，哪个能喝？抖音。